Hello，欢迎大家嚟到美与美教会。哇，好高兴见到大家啊！我哋一齐起立好唔好啊？我哋首先要唱赞美吓，颂扬我哋嘅主，因为佢哋系创造天地嘅神，唯一嘅真神。我哋一齐热烈地、大声地，可以拍掌，可以挥下手，系嘛？高兴咁样唱呢首歌，起来荣耀。記得大聲啲，可以拍手噶。起來榮耀，榮耀，榮耀我主耶穌。起來榮耀，榮耀，榮耀我主耶穌。讓我們榮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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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耀主耶穌。讓我們榮耀，榮耀。荣耀荣耀主，你是大君王，胜过黑暗死亡，洗净心灵忧伤，带来喜悦平安。你是全能神，掌管世上万有，除去罪恶捆绑，赐给我神的生命。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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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让我们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你是大君王，胜过黑暗死亡，洗净心灵忧伤，带来喜悦平安。你是全能神，掌管世上万有，除去罪恶捆绑，赐给我神的生命。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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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让我们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趁呢个时候，大家可唔可以互相打下招呼？同隔離嗰位講，神愛你。無論大家係咪第一次嚟，或者係我哋嘅教友，都一樣咁歡迎大家。喺主內，我哋都係弟兄姊妹啊。好，讓我哋啊喺呢一刻啊，我哋可以坐低，我哋啊繼續唱讚美。原來。是耶稣，是谁令我迷雾里觅曙光？困惑跌倒，前路也愿去闯。是谁令我危难里亦勇敢？世事变迁，不改我路向。是谁令我寻着意义而活？牵奉这生。来尽快热发光，是谁伴我无后悔踏远方？也伴我知真方向，原来是耶稣，他的爱未变。原来是耶稣，恩手引导。原来是耶稣。
给我不死的爱，令我总不放弃。是谁用爱平复往日创伤，贴近我心，除掉往日模样？是谁用爱成就往日梦想，眼泪抹干，不需往后看？是谁用爱同渡各样压迫，照亮我心，无惧世俗客机？是谁用爱长路结伴去闯，也伴我走真方向？原来是耶稣，他的爱未变。原来是耶稣，恩手引导。原来是耶稣，给我不死的爱，令我总不放弃。原来是耶稣，他的爱未变。原来是耶稣，恩手引导。原来是耶稣，给我不死的爱，令我总不放弃，令我坚定前行。舍尊降世来寻找我，宁愿撇下了一切。这是什么的道理？上帝儿子竟亲临世上，甘愿为我死。就算我曾淌着泪，狠心放弃自己，然而你却说不会把我遗弃。超越人间的道理，十架代死的恩情，使这生重现传奇。在昨天曾觉绝望，今天已全忘记，重新找到生存勇气。这是无价的福气，将我如此的卑微，终于可拍翼高飞。任雪霜笼罩大地，滔滔狂潮泛起，仍昂首跨千里，跟随你步履。一切尊贵荣耀归于主。
让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心恩，因为我们深信你是全世界的主宰。在圣经里面你告诉我们，你爱世人，所以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你都去拯救我们。我们世人在你面前真的不算得是什么东西。主，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你会爱我们，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爱我们去到地步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不过我们自己经历到我们做人那种的空虚，那种的无奈，我们的困难，我们的忧心，在这个人世间里面我们感受到很孤单，在人世间里面我们感到很无助。就在这个时候，你的爱就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去好好地把握今日的生活，因为当我们把握今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将来我们会去到哪里。我们感谢主，你差遣耶稣来到我们中间里面。耶稣告诉我们，他钉十字架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他若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我们去他的树，好叫以后我们都能够与耶稣同在。主，我们感谢你，真是感谢你，因为你亲自来到这个世间上面，为我们这一班卑微无用可怜的人来到牺牲在十字架上面。主，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来回报你的爱呢？我们可以付多少钱来到去买你的爱呢？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真的不配，我们都没有能力给这个代价，我们所有的就是只是自己的命。主啊，真盼望今天当我们一班弟兄姊妹朋友来到我们教会这个布道会去听有关人死后的去处的时候，盼望我们的心都是存一个谦卑的态度，恳求神的怜悯，那种的心怀，要聆听吴宣伦博士的信息，求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作主，因为我们实在是需要在人生当中找到个依靠，在人生当中找到个方向，我们就不会再做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士。主啊，我们将今天的布道会交在主你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怜悯我们。我们特别将吴宣伦博士交在主你手里面，求主你接着你仆人的口释放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去聆听主你的话语，让主你的爱进入我们的心间里面，让我们珍惜我们目前，好好地把握我们的未来，叫我们将来都能够在天家里面与你欢喜快乐的一切的生活。我们感谢主，我们都将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亲友都交在主你手中，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这班卑微无用的人都能够去听到主你的福音，得到主你的拯救。我们感谢主，我们更加求主继续掌管以下一段时间，我们祈祷交代都是奉主名求，阿们。让我们全谦卑的心来诵读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你的国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又求恕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得重要恕得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请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尊卑，直到永远，阿门。我们将时间继续交给下一个。我们今天 很高兴能够请到一位我们的好朋友，亦都是一位很出色的传道人，吴宣灵博士来到我们中间，来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大家知不知道吴博士今天跟我们分享的题目叫什么名字？知不知道？嗱，我用啲好俗嘅广东话嚟讲啦，好嘛？你死咗去边啊？你死咗去边？有冇人咁闹过你啊？你死咗去边啊？唉，我后生嘅时候咧，成日都唔听话，俾阿妈阿爸都系咁闹你咧。你衰仔死咗去边啊？我唔见你咁啊！嗱，今日我哋咧就系、是。讲一个问题，即是死了之后的去处在哪里？各位，即是这个是一个相当之严肃的一个问题来的。我们不怕死，最重要就是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很多时候呢，即是我们都不知道死怎么写的。咁啊，我就知道呢，我自己呢冇乜资格讲嘅。因为呢我似乎即係睇嘢呢就冇咁多嘅经验。所以我哋特别请咗一位好有经验嘅，无论喺人生上面啊，喺科学嘅领域上面呢，都有一个嘅领袖嘅朋友呢嚟到同我哋讲。由于我哋好熟啊吴宣伦博士，所以我都好放心俾佢讲，因为如果佢闹啦，阿简其辉你死咗喺边啊，我都唔使惊。好啊，嗱，我而家将个时间交俾阿吴宣伦博士，大家嚟到去欢迎阿吴宣伦博士吓。请你放第一张 slide。嗱，我就唔会咁俗嘅，问你死去边，唔系死咗去边啊？不过人咧就好怕死嘅。其实我哋人唔应该怕死，特别系基督徒，因为你知道去边度。我哋怕系怕点死啫，唔系怕死。好多人为咗自己嘅生命咧，就好多计划，但从来冇人计划几时死。我有一个朋友，佢阿爸系需要换肝啊。liver transplant， 但喺美国 tissue typing 唔系咁容易揾个合适嘅嚟换噶噃，咁佢问我点算，我点知点算啫？去个多肝嘅地方咪得咯？佢边度有啊？我话呢个世界有地方多啲肝，有英国咪有咯？英国有个城市叫做 Liverpool， 当然讲笑啦。我哋嘅身体有内脏，心肝脾肺胃，我哋。永恒身体咧系冇内脏嘅，咁我同你解释，从科学角度同埋圣经角度睇，究竟人死后去边度咧？我未死过啊！你唔好话我有经验，我冇经验，但系我好有信心，我觉得圣经里面讲好多嘢，有啲嘢我睇圣经读咗六十几年，我先开始明，我以前唔明，念咪念到啊，念经文念金句念到啊。但是 I don't understand， 我现在开始研究呢，我是一个，我不是神学家，我是一个科学家来的。我先看第一张 slide， 麻烦。人死后在哪里呢？在圣经旧约约伯记第七章第九节到十节
个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嗱，我哋中国人都系咁谂嘅。其实中国人同基督教唔系洋教嚟噶，正基督教同中国关系甚有关系。我最近研究上古史咧，我研究十八层地狱啊，边十八层？其实就同十戒有关。中国人啲字咧，仓颉造字嘅时候咧，系希伯来文化嚟嘅。创造个造字点写啊？啊，一个告字，告诉个告，撑只艇。其实告字咧就系 set and God set 嗰只艇，其实就知字，即系事就这样成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呢、这个就系创造啦。科学家冇法子创造科学定律，发现啫。我哋其实我哋好逗嚟嘅啫，发现神嘅荣耀就唔将个荣耀归俾神。第约伯记第八章第九节，我们不过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嘅日子好似影咁样嘅啫。中国人个长寿个寿，即系个寿命系点样咧？啊，我研究啲中国嘢，我就唔及得啊。Sorry， 喺我哋中间有一个新来宾系吴中文牧师，佢教我讲道嘅，佢系我师父。吴牧师，请你起身。Please， 佢细我十年啦，系我师傅嚟。佢叫我出嚟讲道，我唔识，佢教我。我偷偷地学咧，佢有啲佢讲道用内功，所以我都讲嘢啊，冇咪我用内功咯。唱歌好叻啊！咁呢个世界上边咧，我哋中国造字。我讲多一个 example 啦，牺牲个牺字点写啊？哎呀，好耐，我哋住美国住得耐，啲中文字唔记得，好易嘅啫。个牛字边一只牛个牛，左边个牛字，右边一只羊，羊底下有两嚿嘢，一个就秀，郑秀文个秀，秀丽个秀，然后一个窝字，点解呢？原来牺牲咧系用牛用羊嗰啲秀。秀丽嘅秀，清秀嘅秀，系冇瑕疵，唔系病牛，唔系老羊，唔系病羊，系攞嗰啲健康嘅公牛、公羊，然后刀出哨，嗰、那个就牺牲啦，嗰、那个就献祭，就系、是、用嗰啲献祭。我唔明白仓颉点知咁多嘢咧？嗱，中国人咧一出世咧就啲人咧就开始为嗰、那个祈福啊，为个初生婴儿祈福，希望佢过六十岁命。六十系一个好紧要嘅字，喺中国人嘅。甲族里面特别旧的思想里面六十一只个甲子甲子年一个甲子年就六十年他希望个孩子出世他过了六十岁香港的人睇怎样睇相啊睇相哎呀三十几岁就去睇相你五十岁呢就有个大病过得就有六十岁命是我觉得是这样讲的那六十好紧要的人出世在中国里面希望他过到六十岁生日如果过唔到六十岁生日咧，有个特别名词叫夭折。啊，我初初以为夭折就系小朋友啊打仗嘅时候病冇药咁啊，两三岁就离开世界呢、这个 no。一个人未到六十岁就离开世界啦，呢、这个就叫做夭折。五十九岁死都叫做夭折。而人生咧最多系两个甲子年，即系一百二十岁咯。喺边度攞嚟嘅？一百二十呢个名呢、这个呢、这个数目喺边度攞嚟嘅？创世纪第六章。成个人仍然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六十一个甲子年，七十岁咧就叫做天寿。嗱，普通人讲嘢讲到七十咧就唔讲噶啦。譬如吓，孔夫子嗱，我唔敢喺我师傅面前抛书包，佢系儒家嘅权威，儒家学说嘅权威。不过孔子都讲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不动心，六十而以顺，七十而随心所欲。冇讲八十啊，因为人生七十古来稀啊嘛，但系人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啫，系希伯来文化嚟嘅，所以基督教唔系洋教吓。嗱呢度讲到人死又去阴间，仲有啊，人下阴间再不上来噃。我今日就点解唔喐嘅？冇电啊！你同我咁啦，佢先，你唔好坐低，你企身。啊，人死后去阴间，
在圣经旧约里面有个士师记，跟着士师记就列王记，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神给以色列人有士师，有领属灵的领袖，他们不满意，他们要王。咁神用撒鲁耳，先知撒鲁耳咧，就揾一个王。咁以色列人咧揾个高大噶啦，系咪啊？好似美国啲大公司，你冇六尺高，你做唔到 vice president。唔讲嘅，但内边我知，佢哋唔讲嘅。若果你有六尺以上高，系白种人，咩种都唔紧要。总之你有六尺高，你口才好嘅，你先有资格做 vice president VP。咁以色列揾个身材高大嘅，边个都扫罗啦，梗系扫罗王咧就好威水啊！哥利亚嚟嗰时佢打唔赢，后来揾大卫，大家都好熟悉啦，主日学教都好熟噶啦。但扫罗王咧叻就叻，但佢有一样嘢唔好咧，佢唔听神嘅话，成日俾一个先知撒母耳成日督背脊。听命就胜于献祭，服从胜于羔羊嘅自由。你可以献祭摆好多牛好多羊喺上面去献祭，但你唔听神嘅话，神唔喜悦。一个做咗以色列第一个王40年，俾神废去。先知撒母耳成日督背脊，人哋督你背脊，你梗系唔鍾意啦，系咪？希律王唔鍾意施洗约翰㗎，但係暗地里佢系佩服成日教导你嗰个人，扫罗王暗地里佩服撒母耳。希律王，希律王有个花名，你知唔知？有冇人知希律王个花名？耶稣改嘅，叫咩？老狐狸啊嘛，吓、这个老狐狸。撒母耳死咗，扫罗喺地上咧，冇人督背脊啦，冇人话佢错啦。其实有人话你错，若果系讲得啱嘅，你应该心底咧，心里边咧暗暗去佩服。撒母耳死咗，扫罗就唔知点啦。咁呢段经文咧就讲到扫罗咧想叫个交鬼嘅妇人，嗰啲叫 medium。历史上面有人类里面有啲人咧，佢系睇到鬼嘅，佢天眼喎，睇到鬼嘅，睇到啲灵界嘅嘢。我就唔想睇下呢啲嘢 ，I don't want to see any of those。扫罗攞一个命令，以色列国里面国人唔可以交鬼。唔可以揾个交鬼嘅妇人，但佢自己就化咗妆，就去揾个交鬼嘅妇人。个妇人就问佢：，妇人一睇你咪扫罗？佢以为佢化咗妆唔认得佢，你个身材咁高大唔认得你系假嘅，吓、啊、离远就见到你啦。你想揾边个？佢我份想揾撒母耳。妇人说：，我知笔喺边度。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扫罗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看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你点解呃我啊？王对妇人说：唔好怕，你睇见咩呢？妇人对扫罗说：我见到有神从地里上来。嗱，呢个神呢，其实就是灵一个灵界嘅嘢，我哋睇唔到嘅，佢睇到，交鬼嘅妇人睇到。你唔好揾嗰啲人啊，人同你讲鬼故，你唔好听啊。你听得多，你见到 ，I don't think you like it， 好恐怖啊！佢哋有鬼，梗系有鬼，有神梗系有鬼啦。有啲人讲我唔信神，但你话嗰度有鬼，佢怕，怕黑啊！你睇到乜嘢？佢看见有神，一个灵从地里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嗱，人死咗就唔出得，唔行得出嚟噶。正话读约伯记录，人死就不能回上嚟嘅。咁呢个好可能系邪灵。若果有人呃你个，哦，你有个某某亲戚、某某大曾祖母死咗，你想见佢咯，我叫佢上嚟咁。嗰、那个唔系曾祖母，死咗唔翻得转头。嗰、那个好可能系邪灵。但呢个系撒母耳，点解呢？因为扫罗揾撒母耳嘅原因就想问佢一啲 future 嘅嘢。佢系先知啊嘛，咁你应该知道 future 系乜嘢？撒母耳佢话系你几时几日咧会被杀啊？我见过一个牧师被神废咗嘅。当我去教会讲道嘅时候，请佢上嚟做结束祈祷。佢祈祷冇力，冇力。我唔知点样去形容。我听过，哇，真系好惊嘅。神可以兴起一个人，亦都可以废一个人嘅。佢先拍硬档，走翻转头。
三句不离本行，我都系读科学嘅人咧，讲读科学呢个宇宙与个宇宙在膨胀中，咁呢个科学家公认啦，证明咗宇宙在膨胀中，宇宙系有限嘅，但系在膨胀中。咁啊，科学家发现宇宙系咩咧？原来宇宙啊，净系物质气体啊，得5% 嘅啫，呢度咁多嘅。咁大部分咧就叫做暗能量啦 ，dark energy， 即系负责将个宇宙拉开膨胀。宇宙膨胀证明咗噶啦，咁另外一样咧就叫做 dark matter。咩叫 dark matter 咧？原来佢同叫暗物质，暗物质同我哋唔同嘅，我哋叫 normal matter， 我哋正常物质，我哋嘅有原子、有分子，又有好多 molecule 组成嘅，有细胞冇嘅 ，dark matter 冇嘅。但系有一样嘢咧，就系有啲数学家，全世界最出名嘅数学家丘成桐，哇！最佢计数计到出嚟个 dark matter 有11度空间 ，normal matter 得4度空间。咩叫4度空间呢？譬如你用把尺嚟量，你量边度呢？长阔高啫，冇得再量㗎啦。咁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个时间就第4度空间。冇人知道第5度空间系乜嘢，但係计数可以计到11度空间。我哋系正常物质 ,normal matter, 啊我哋有原子核子啊嗰啲四度空间嘅，我哋个科学神做科学定律啊限制咗我哋。有冇人冇手表噶？冇手表有手机啊？手机讲时间啦，我哋俾时间限制，我哋俾空间限制。你系一定要嚟到呢处，你过一个街口，我头先揾呢度揾到入嚟，揾个 parking garage， 我揾到我傻晒，兜来兜去呢度又唔准转啦。佢先呢个照转，我话攞 ticket 嗰个唔系你，系我啊。攞 citation 几百蚊嘅，而家好贵嘅 citation。暗物质咧，科学家发现咩咧？第一唔系啲冇内脏嘅 one piece。而家21世纪有好多科学资料我哋知道，但系第一世纪嘅数来佢系唔知咁多科学嘅嘢啊。佢就话我哋将来嘅身体系一个荣耀嘅身体。教会被提嗰时候，佢从扭坏变成不扭坏。That all he knew at that time。十一度空间嘅灵界嚟嘅啲，其实呢个十一度空间，科学定律唔 work 嘅，系永恒嘅。神造我哋人系有一段时间喺地上，因为我哋咁样先至有希望攞到救恩。神为人设下救恩，呢个希伯来书第2章第17节，神为人设下嘅，佢不为天使。神不救拔天使，只救拔阿伯拉罕的子孙。圣经就是这样讲。暗物质 control 正常物质。Something is controlling us. We don't know what it is. 叫暗呢？因为科学家唔知咩，乜嘢都唔知。你上网睇好多嘅，好多呢啲 article。NASA 影啲太空相，佢当宇宙膨胀嗰时候咧，就有一种蓝色呢种咧叫暗物质，红色呢啲咧就叫正常物质。我哋属于呢度，但系有正常物质出现咧，又有暗物质出现。十一度空间嘅暗物质，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同一顶讲，人死后去处天堂、地狱、乐园、翁、阴间四个唔同嘅地方，好多人唔知嘅，好多基督徒唔知嘅，系不同嘅地方嚟嘅。宇宙就是这样。中间这里就是4度空间的，我们是会扭坏的，我们有年纪会上的。有一首歌以前呢 ,60 年代的歌叫 What goes up must come down。Do you agree? I don't. 你掟个波上去跌返落嚟。What goes up must come down? I don't believe it. Your age go up and cannot come down. 不是一样东西的。我们的问题，人的问题就是有限到一个是暂时的。四度空间，咁啊灵界咧就永恒嘅，天使冇救恩嘅，天使同鬼堕落嘅天使，三分一嘅天使堕落嘅，嗰啲嘅鬼系天使嚟嘅。八月份有你哋教会有人嚟我屋企 barbecue 游水，我讲福音信息个题目就系神有冇做魔鬼，魔鬼喺边度嚟啊？嗱，你唔好笑啊！好多年青人学校讲到，好多年就问我神造亚当夏娃仔嘅伊甸园仔度，点解搵即系条蛇去阴佢哋？
学生敢问，成年嘅基督徒唔敢问噶。我点解你唔问啊？佢我都有呢个问题，但我唔敢问，点解啊？佢我惊问 stupid question， 我 question 咧就冇 stupid 嘅，系问嗰个 stupid 啫。所以佢哋唔敢问。天使喺呢度，人喺呢度，十一度空间，至到十五度嘅，十一到十，因为十五度天使长高啲嘅，多几度空间。我哋嘅上帝无限咁多嘅空间，咁啊有我哋唔好同灵界摸灵界 ，don't touch，don't go across the boundary， 唔好交鬼，唔好讲鬼故，因为呢个唔关我哋事，唔好拜天使。有啲信仰系拜天使嘅，那个教堂上面有个有翼嘅公仔喺度，嗰咪天使咯。我哋只可以同神 directly 同神 directly， 神喺呢度。一阵我讲呢度系边度？咁话若果呢个宇宙系咁大，在膨胀中，而且系有限嘅，咁呢度咩地方啊？咁一阵我讲，我先讲我哋人同神有三个 direct 途径。第一个左边第一条就系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引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行各样的善事。从上而下嘅系又俾我哋一本圣经，我哋崇拜，我哋喺个礼堂里边，我哋敬拜神咧，系 direct 嚟去到真三位一体真神嗰度，唔好经过灵界，神唔喺灵界嗰度啊，佢灵界外面。咁第三条线咧就系提摩太啊。前书三章十六节，哇！三章十六节好紧要啊！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咁啊，神爱世人啦。我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嚟讲圣经神所默示嘅。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讲道成肉身嘅奥秘。圣经上面有七个奥秘，保罗讲嘅啫，冚烂都系保罗讲嘅。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点讲咧？佢大哉神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所接受，被接在荣耀里。哇！原来道成肉身，被天使看见，即系话天使十五度空间嘅天使都睇唔到神，我哋睇唔到神啦。四度空间，天使十一度到十五度都睇唔到神，点解咧？就从呢段经文我睇到。哇！神独道成肉身嗰个耶稣咧，神在肉身显现，连天使都睇到，即系话天使平时睇唔到咯。咁啊，三个途径嘅啫，呢三个途径咧就直接 direct 嚟。我今日喺呢度敬拜神咧，就直接同神沟通。我一间教会讲唔到之后，有个弟兄举手问问题，佢话你呢度咩嚟噶？佢好似一个宇宙好似气球咁样膨胀，又有限嘅。咁呢度有时间空间，宇宙嘅时间空间啦，时空啊嘛。宇就是、上下四方，就是、古往今来。我问一个小朋友，六年级小朋友香港，我咩叫四方？你佢点答我？佢四方就系东南西北中发达。我嗰度七方啦。东南西北啱嘅，上下四方咪三度空间咯。就咧就古往今来咪讲时间咯。宇宙之外冇时间冇空间。咁个弟兄问我嘅时候，佢系咪好 stupid？ 我话一啲都唔 stupid， 我就系担心你问呢个问题。不过你唔系第一个问，咁边个第一个问？第一个问系唐崇荣牧师，佢就问我：嗰啲个气球吹到咁大，咁外面咧？我除咗宇宙时间空间之外，呢度系冇时间，亦都冇空间。咁嗰度系咩嘢咧？咁？在香港买楼呢叫买楼花。第一期都未起完呢开始出售第二期啦。咁靠睇乜嘢呢靠睇个 model。有一个 major 叫做 architecture, 建筑系。香港啲人好叻㗎翻译中文好叻㗎。archi, 佢读 architecture, 佢读搭墙。所以个 major 叫 architecture 搭墙其实就系建筑。第一年咧最难读，第一年就系 freehand drawing。咩叫 freehand drawing 啊？徒手绘画，自由手绘画，有自由手即系话冇自由手啦，系即系唔准抄咁解咯。你抄一幅图，一画嗰度一撇，你冇得拣，你系要抄。但系 freehand 嘅，你唔准你抄。
就将你谂嗰个结构，譬如珠江澳大桥咁，未起之前你就要画到出嚟得噶，画唔到出嚟唔好起啦。8000亿起嗰条桥，有两个人工岛，啲桥个个喺要捐入地底，有条水道死水道同埋海面相距系14层楼咁高。个总工程师啊，喺个放嗰啲大圆筒嘅时候，72小时冇瞓觉，佢要监工，唔可以摆错位噶。你读 architecture 第一年就 freehand 绘画，第二年就起个 model。咁啲人买楼花，第一期都未起晒，第二期就出售，靠嗰个模型咯。嗱，人都识咁谂啊，你估神谂唔谂到啊？有冇一个缩影讲呢度啊？有，因为梗系从圣经嚟噶啦。你想唔想知系咩啊？呢个就是永生神嘅所在。主耶稣佢话在我父家里，呢度地方就系父家里，唔系空间，冇空间，冇时间。神叫摩西做会幕嘅时候，喺圣所入边有个叫至圣所 ，the holy of holies， 嗰个就系神嘅领域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I am the way。咩叫 the way 啊 ？There is no other way。I am the way。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咁耶稣就系神同人之间嘅中保。中保英文圣经系讲咩？mediator， 希腊文咧，嗰条桥，个桥梁就系嗰条桥。三藩市40年前，戴恩·班斯坦做市长嘅时候，系金门桥50岁生日。嗰一日，市长下令唔准车行过，人上去跳舞、唱歌、食咖喱鱿鱼、臭豆腐，唔准车行。我有相啊，影咗100万人上咗金门桥，30几年前，戴恩·班斯坦下令走疏散。咁啊，第日报纸啊，《San Francisco Chronicle》就买啦。After 50 years, the bridge is not finished。喺历史上曾经有一个人捉条桥，佢用两条木、三口钉，为期3日。At the end， 佢讲乜嘢啊？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什么？ It is finished， 成了。那条桥就到天父那里，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这个就是个至圣所。有没有模型？有，人都懂得想了，神会不会想啊？ The holy of holy。嗱，路加福音第16章咧，讲个比喻咧，其实耶稣嚟到呢个世界咧，我哋好幸运，喺新约时代做圣徒，喺教会一份子，我哋好幸运，我哋幸运过犹太人，旧约圣经、旧约时代嘅犹太人唔知道我哋嘅神系三位一体，喺耶稣嚟到先讲，佢你们信我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者，我父比我大。我父怎样作事，我也怎子也怎样照样作。我在我父里面，我父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我哋唔会明嘅。四度空间嘅人，睇个三位一体嘅神点样，你在我里面，我做在你里面，我哋唔会明。我哋嘅脑细胞我哋个脑2磅半装，出世嗰时1000亿脑细胞，你装得几多嘢？你记得几多嘢？哇！圣经好犀利，主耶稣嚟到呢个世界有三样事系救约冇嘅。第一，佢钉十字架，道成肉身，为我哋嘅罪钉十字架，我哋罪得赦免。有人就问我，点解香港复活节你哋基督徒庆祝复活节，受难节你都庆祝？你庆祝耶稣受难？我 yes， 因为嗰啲难系我哋应该受嘅。但因他鞭伤，使我们变得医治。以赛亚书53章讲得好清楚，佢系要鞭伤嘅，嗰啲系我哋应该受。就我哋攞晒。第二样嘢，除咗佢讲上十字架，第二样嘢就系神系三位一体。
旧约时代就系耶和华咁啊，自有永有啫，唔知道。第三样嘢就系耶稣喺呢个世界上边话俾我哋听，灵界发生咩事，先知唔知噶，先知讲嘅啫嘛。我睇以赛亚书，我话哇咁难明，以西结、以斯乔好难明噶，但以理书、但先知、但以理直情我唔明啊，问个天使。哇！一载、两载、半载、一七之内啊 ，What is this？ 嗰阵时都未有新约圣经，亦都未有启示录，未有咩叫七年大灾难，冇人知咩叫前三年半、后三年半。第二，你唔知佢想问天使，问加百列 information 嘅天使长 Gabriel， 加百列点答嘅？叫你瞓啦。嗱，旧约里边咧叫你瞓，即系叫你瓜老陈解啫。啊，最好咧就啲王咧就唔好与列祖同睡。预列咗同睡咧，即系死咗咁解。喂，神都分唔清楚咩？咩叫瞓觉？咩叫死？你分唔开嘅咩？瞓觉就会醒噶嘛，死咗就唔会醒噶嘛。神唔系唔知，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一日会复活。信主嘅人复活，唔信主嘅人都复活噶。就审判啦，永死。嗱，一阵我讲永生永死系乜嘢吓？主耶稣讲呢个比喻，佢有个有钱佬财主。穿紫色的衫是很高贵的，是吗？有个黑衣叫拉撒路，财主对拉撒路一点怜悯都没有的，这个 homeless。 以色列人做善事就不是好像我们这样，有个机构啊，写张支票给他啊，或者给他午餐给他吃啊，复活节啊，这样啊，感恩节啊， turkey dinner， 不是这样的。他就吃剩些东西，特意吃不完，就拨落个地等拉撒路去吃，跟只狗一起去吃，只狗一路食，一路舐佢啲疮，因为佢周身烂，佢穷啊，冇机会冲凉啊，唔系净系有机会洗身，生癞又脓，哇咁就过一生。喺田里边收割，佢将嗰啲麦啊，地下啲麦咧，佢唔系执晒嘅，留翻啲俾啲穷人去执。你睇路德记你就知。咁后来两个都死咗啦，啊呢个柴主要讨饭，一个乞衣叫拉撒路啦，啊。后来那讨饭的死了，哈拉撒被天使带去亚伯拉罕的怀里，灵界咯，阴间人死去边度？去阴间，财主都死啦。嗱，我呢度学到好多嘢噶。原来我哋人死嗰时咧，有天使带我哋走。你又唔使，我有个 GPS， 人造卫星定乜啊？科学唔 work 噶，喺灵界里面 ，science 系 no play。是要天使带你走，你识你知天堂喺边度？唔知。你见过耶稣未？唔知。你点认耶稣？我教你点认耶稣吓。各位弟兄姊妹，认佢个钉痕，系佢先有。冇错，就是、多马摸过嗰个钉痕，将来耶稣个手脚肋旁有枪嘅疤痕喺佢，嗰个就系耶稣啦。因为得救嗰个强度啊，佢攞翻个身体系冇瑕疵嘅。我哋喺世上有啲人跛手跛脚，有啲老人痴呆，听日有啲关节炎啊，手脚都弯晒。将来个身体唔系咁样，喺耶稣唯一个身体复活嘅身体系有钉痕。我哋认耶稣认个窿，我哋冇见耶稣点样，冇你冇人知道点样啊。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苦。咦？举目望，见远远望见阿伯拉罕，拉撒路喺阿伯拉罕嘅肋怀里，哇，好劲喎！呢个唔系地狱，呢个阴间。阴间就冇冷气，最近今年香港好热，热到33度、37度，新加坡仲热，热到40度，40度冇水冇冷气，我问你点顶？呢个财主就系啦，喺阴间受苦啦。未被火烧，火烧过地狱咋？呢个系阴间咋？阴间辣辣到，哎呀，远远望见阿伯拉罕都摇下摇下，啊喺阿伯拉罕嘅怀里。阿伯拉罕系旧约圣徒，拉撒路系新约圣徒。即系人死咗之后咧，喺阴间里边有一个地方系俾嗰啲圣徒居留嘅，嗰、那个系等候审判，大家等候审判嘅。阴间系等候审判嘅地方。人死咗，灵魂冇肉身，被埋葬，被火葬，肉身冇咗，灵魂喺阴间。阴间有两个 compartment， 一个系得救嘅人嘅灵魂，包括旧约时代嘅灵魂、圣徒嘅灵魂、新约时代嘅灵魂。
但系阴间嗰度咧冇空调啊，冇冷气噶。佢话咁啊，佢就叫埃撒路啦，你可唔可以用手点啲石头，点啲水过嚟点我石头？拉撒路话：你唔过得嚟我度，我亦过唔到你嗰度，因为我中间有个卡神。中文圣经翻译，我有个深渊啊，深渊限定，你唔过得嚟，我亦唔过得去。咁即系话我哋人死之后咧有记忆，财主记得拉撒路。拉撒路又记得财主，一个老人痴呆死嘅人，个灵魂有记忆 ，we remember a lot of things。几时先冇记忆咧？千几年之后咧就冇记忆啦。点解神俾啲我哋基督徒有千几年咧？因为俾我哋过一个生活，一个天伦之乐，俾一千年你过天伦之乐。我哋未完全忘记之前咧，我哋记得，但系一过咗千年，我哋乜都唔记得，我哋进入永恒啦，冇时间嘅嗰时，进入附加里啊。以赛亚书65:17，我做了，看啊，我做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现在我哋死咗，乜都记得。你可以揾翻你嘅妈妈、你嘅祖母、你嘅亲人，已经过身嘅亲人，你可以揾到认得一对。年轻人结婚的时候，牧师证婚话 ：I declare you man and wife for as long as both of you shall live。有一个离开世界，个关系冇啦。我哋父子关系、母女关系、夫妇关系断噶啦。只打一个离开世界就断，只有一个关系我哋带得到永恒，就是主内弟兄姊妹啲关系带到永恒。冇轻看弟兄姊妹啊，肢体嚟嘅，我哋肢体嚟嘅。有啲做眼，有啲做鼻，有啲做口，有啲做手做脚。若果你只脚趾尾发炎，你痛，你全身都唔舒服。我哋对教会弟兄姊妹有需要，我哋应该去问候。由我哋帮到乜嘢就帮你，唔好话自己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边个唔识讲啊？你可唔可以帮佢？佢系你嘅肢体嚟。点解系肢体？因为主耶稣施主餐嘅时候，嗰阵时设立教会啦，用同一个饼啊。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主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旧约时代神同某啲伟人立约，约瑟啊、大卫啊、挪亚立约，嗰啲叫旧约。耶稣嚟咗之后，佢同每一个信主嘅人立约。这个就是新约。那些饼是无酵饼，无酵饼很小块的嘛，都是杏仁饼那么小的嘛。12个门徒加上耶稣13块饼，一只大碟装起啦。为什么只吃一个饼，要12个门徒吃同一个饼？因为这个教会是代表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而我们吃同一个饼，就是我们是主耶稣身体的一部分。不同的弟兄姊妹是不同的部分，我们在主里面是肢体，不是只是弟兄姊妹那么简单。我们叫弟兄姊妹，因为这个关系可以带到永恒，有深渊限定。那怎么呢？原来阴间有两个 compartment，不拿救恩的人在阴间里面受苦，不是被虫烧，不是被火烧，被虫咬 ，not yet。哦，by the way，个虫啊，被虫咬，地狱虫咬，是单数嘅，原文是单数嘅 ，worm 唔系 worms， 是 worm。咁有啲人，有啲神学家解释嘅就系，每一个犯罪嘅人，冇救恩嘅人，有个特别嘅虫系为佢嚟咬佢。咁即系话，可能我哋惩罚有不同程度咯。我而家研究紧18层地狱做乜鬼？其实嗰个十戒嚟。中国上古史，因为中国人和犹太人同出一源，是闪的长子的孙后裔。我们有，我现在预备一篇道回香港先讲，就是基督教与中国。主耶稣说，引到灭亡，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也多；走引到永生路狭的路是少的，走去的也少。咁就系阴间有两道门。你可以找个道阔的门，
路又阔，门又阔，容易揾嘅。永生道门就咁容易啦。啊，嗱，一个读科嘅人咧就中意图解啊，啲云啊天空啦，呢棵树啊，呢个地面啊，呢个地底下，耶稣正话讲。佢找著的也多，好多灵魂啊，好多啲呢个人嘅灵魂啊，冇肉身嘅人嘅灵魂咋？另外一笪地方咧，永生之门，路系狭嘅，门系窄嘅。旧约圣徒喺呢度，新约圣徒嘅灵魂都喺度，即系已经离开咗世界嘅。咁呢个叫咩名咧？咁要睇耶稣讲啦。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企有两个强盗，一个就笑佢魔鬼，即系最后嘅试探，氹耶稣上十字架，氹佢落翻嚟。若果十字架上耶稣未被钉死，落翻嚟我哋冇救恩嘅。另外一个强盗话：我哋所做嘅，我哋罪有应得，但你这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然后同耶稣讲：耶稣话，当主啊，当你德国降临嘅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主耶稣个口头禅，我实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喺乐园里面，哦，原来呢个地方叫乐园啊！哦，呢个叫 paradise 乐园。耶稣死咗之后去边度啊？嗱，旧约圣经咧，约拿嗰度咧就约拿喺条鱼肚嗰树啊，过三日三夜，黑掹掹、黑暗、冇光嘅。呢个预表耶稣基督死咗之后同天父分开。耶稣几时死呢？钉十字架的时候，第四句说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离弃我？时耶稣同天父分开，呢、这个就叫死亡。同上帝分开就是死亡，同天父分开就是死亡。耶稣嗰时已经死咗，灵里面死咗。呢、这个第四句说话，第五句说话：我渴了。第六句说话：成了。第七句说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这个肉身死亡。咁耶稣死咗之后，同天父分开，分开三日啦。有冇三日啊？梗系冇啦。礼拜五下昼钉十字架噶嘛，日落之前啊，整死嗰啲钉十字架嘅犯人啊嘛，耶稣都死咗啦，然后安息日啊嘛。礼拜日朝早复活，够唔够三日啫？唔够，够。耶稣同天父分开，佢复活之后咧，有个妇女叫玛利亚想摸耶稣复活嘅身体，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见我的父。咁即系话佢同天父仲系分开，一直等到七十二小时之后先见到天父。问题就系佢主耶稣个同佢天父分开做乜嘢？啊！我梗系唔知啦，圣经有讲嘅。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到二十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是被治死，按着灵说他复活了。他曾藉着这灵，曾经去传道俾那些在监狱嘅聆听。嗱，呢个翻译上面咧，你要留心啦。个传道唔系话我哋。人死了之后有机会信耶稣啊？冇啊！点解咧？咩叫信啊？你见唔到？譬如我话，诶、哎，呢间教会啊 ，worship team 好好噶。咁我未见到之前，我话我有机会，我有权话，我信，我唔信，得唔得？得。但当我见到之后咧，就唔系信唔信啦。个问题就唔系 Do you believe it or not？ 个问题就是 Do you know it？见到耶稣有咩信？用咩嚟信？因信称义啊嘛！你见唔到信嗰、那个先系救恩啊嘛！你见到信，切，使乜你信啫？这个传道唔系呢个传道系 proclaim， 佢监狱嘅灵，这个监狱嘅灵就是挪亚方舟时代唔肯信主嘅人，唔系就是喺咒语呢个翻译上面有少少出入，唔系 such is， 系 such as， 佢哋冇特权啫，点佢哋有特权啫？哦，原来佢去到阴间同天父分开之后，嗰啲佢受苦嘅地方，佢宣布救恩已经成就啦。你班人唔好哈哈笑啊！以前你唔信，有罪你唔肯信，我会赦免你嘅罪，你唔肯信。而家 let me tell you， it's done。咁去到另外去到
乐园呢，主耶稣第一次他讲乐园，那个地方叫乐园。那乐园是怎样呢？嗱，呢个玛利亚讲，不要摸我，话没有见过。去到乐园，净系将新约圣徒嘅灵魂带咗上天堂。因为教会被提嘅时候，我哋与主空中相遇。咩叫教会被提呢？活在地上嘅基督徒，敌基督出嚟一定整死嘅。七年大灾难，头三年半世界人口死一半。边个讲嘅？圣经讲。佢点讲呢？他说那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七个印头那四个人出来，世界人口死四分一，七个喇叭出来，七个号出来，又死了余下的三分一。你记不记得六年级笨数啊？那些算术来的，不是数学啊，那些不是 mathematics， 那些是 arithmetic。 中文最厉害的切月饼，特别广东人啊，切块月饼切四嚿，有些切八嚿的。 I don't know why， 吃亲打妈吃，你切来做什么？今日食咗一嚿，上网莲蓉喎。而家有啲三网莲蓉啊，拆咗嚿。阿妈就话：，女啊女，唔好食噶嘛，月饼唔食得多会滞噶。阿妈，我食四分一咋，屋企得佢一个喺处，个碟饼喺厨房。佢行来行去，忍唔住又拆咗嚿。阿妈佢又食啦。佢话我食余下，个虾妈唔识计数，我食余下三分一，咁即系死几多？半个月饼咯。咁三四七七个印死咗四分一，七个号死咗余下三分一，咪死咗一半咯。若果唔系教会灾前被提咧，我哋基督徒会死晒，神唔会俾基督徒个个死晒，冇可能，一定要灾前被提。好啦，灾前被提咧就系嗰啲已经死咗嘅灵魂，已经去咗阴间嘅信徒灵魂、圣徒灵魂咧，上咗去，净系新约啫噃，教会啊嘛。旧约仍然喺度，旧约会复活，但系七年大灾难之后，耶稣攞翻所有嘅荣耀，打败以色列列国。以色列国有五个国家系攻打佢，呢、这个记载喺以西结书第38章。边个国家讲到好明噶啦？北边嘅罗 Rush 俄罗斯啦，南边系埃及，东边系伊朗、土耳其，嗰阵时叫土巴，其实就 Turkey。另外就叙利亚喺呢几个国家，五个国家啫。他们打赢了，撒加利亚书 讲耶路撒冷城门被攻破，在一个地方叫做 Decision Valley， 叫断定谷，耶路撒冷被攻破，这些敌人进入去预备杀晒的，杀了一半以色列人，另外一半没得选，一起跪下，万口都承认，万实都跪拜，无不称耶稣是主。这个保罗在罗马书讲很多预言啊，前三年半就是外邦人得救数目添满，后三年半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但是死了一半。教育圣徒要等七年大灾难之后尘埃落定，然后才复活。现在讲新约，新约圣徒即是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地址，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就是新约圣徒的教会。耶稣主耶稣就将在天堂那些新约圣徒的灵魂，每个人给他肉身，十一度空间的肉身，然后活在地上的基督徒信徒，活在活的，然后经过改变 translation， 从扭坏变成不扭坏，就与主空中相遇，一个上面下来，一个下面上去，在空中，不是天堂，是天空上面，那里做七年，做什么七年？第一，基督台前的审判 ，The Beam of Christ， 基督台前的审判。第二，奖赏是宣布羔羊与教会结婚。当然，那个结婚不是我们人的那个洞房花烛夜那些的金榜题名时那种的婚姻，是那种的关系，是没有以人来的 understanding， 是没有一个关系更加密切。喂，刚才呢路加三十六章个财主就叫：，哇！喂，我而家阴间咁辛苦，你就咁叹喺阿伯拉罕个怀里。喂，你不如阿伯拉罕差派拉撒路翻去阳界啊，唔好阴间，翻去人间咧，话俾佢听。因为我仲有五个 brother， 啲人有记忆，你老人痴呆离开世界，你都有记忆，个灵魂可以记嘢嘅。我仲有五个 brother， 我唔想佢好似我咁，我冇得翻转头。去到阴间冇得翻转头噶，
What makes you think 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就听人就听他讲？耶稣比喻过，他们有律法，他们有先知，他们都不信。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信吗？耶稣在地上叫拉撒路复活，马大马利亚的弟弟拉撒路复活，一样有人不信，甚至有人想谋杀拉撒路，毁灭证据。有件事发生，经过地面，想不想经过家门口去吗？梗系见下啦，系咪啊？空前绝后，系拍硬档佢先揿一揿，我呢个冇电，揿一揿，啊！好多人复活节咧。就讲上半句嘅啫，马太福音27章第50-53节，耶稣就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电了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咩叫电了个幔子？就系、是、separate 圣所同至圣所一个幔子，个幔子就裂开啦。我哋可以藉着耶稣进入父家中啦。嗰、那个至圣所，神嘅领域 ，the holy of holies， 里面有乜嘢？至圣所里面有乜嘢？有约柜，约柜上面有块金片。金片上面有一个私恩宝座，有两个基路伯系遮住个私恩宝座。每只基路伯有两个翅膀，每个翅膀满有眼睛。凡系圣经讲满有眼睛，即系话个全知咁解。呢两个翅膀，一个遮住基路伯本身嘅身体，第二个翅膀攞嚟遮住个私恩宝座。嗰、那个神嘅领域，就是、神领域嘅缩影，就叫至圣所。而家至圣所都分开咗，幔子裂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不需要藉着神父或者某某牧师为我们、为我们告解天主教的告解、或者认罪。我们不要向人认罪，你向他认罪的话，分分钟你将那少女将内心世界讲了给他听，他又不准结婚的。我又不知道圣经哪里讲为什么神的仆人不准结婚，圣经哪里这样讲？没有啊。为什么修女不可以结婚？所以现在发现很多很多退了休很多很年老的神父，他年轻时做过什么衰事大家都知道。所以主耶稣来了之后，我可以藉着耶稣，因为祈祷就奉主耶稣的名来求。主耶稣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打水的时候，他发现耶稣是先知，哇！将佢底起晒，佢个冇老公个，你已经系五个丈夫嘅妇人，你有五个丈夫，而家同佢同居个系第六个。哇！佢发现耶稣系尼赛亚，要走啦。耶稣话：你唔好去山上，唔好去耶路撒冷。咩山啊？原来神人相会咧 ，appointment 咧 ，appointment 有约人嗰、那个，有被约嗰、那个。有时间有地点，神同人约过一次面，就是摩西约他去西乃山见面，就教他整约柜整会幕。 The Tent of Meeting， 神人相会的地方叫会幕，后来改为成为圣殿。去会幕旧约时代去圣殿敬拜神，是同神会面的。耶稣来了之后，他已经代替了圣殿，神圣殿要、都要被拆毁，三日之后重建。他讲他自己，原来耶稣来了之后，我们不需要去圣殿敬拜神，我们在这个礼堂可以敬拜神，我们在操场敬拜神，在家里敬拜神，在课室都可以敬拜神。你不要去上山，不要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代表家，代表圣殿。上山是讲西乃山，不需要。我来了，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用心灵诚实，个个都懂念。但是很少人解释什么山为什么不是耶路撒冷，因为耶稣来了不一定要在那个地方，在圣殿敬拜神。下半就没人解，怎么说？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幔子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以睡圣徒的身体，这个新约圣徒即是在主里面已经死了，有多都是再起来，到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在坟墓里向许多人显现。啊，活着的人很想跟死了的人见面，第一就问他一句说话 How are you？ 希望他死了的亲友说 I'm fine, don't worry， 没机会。
死咗阴间唔出得嚟。但我话俾你听，从耶稣基督讲个比喻，已经死咗个人更加想同未死嘅亲友倾偈讲嘢，但讲个说话就唔系 How are you？How are you 系冇意思嘅。我见到同事见到同学，我都未讲 How are you， 佢话 I'm fine。我未讲 How are you， 佢话 I'm fine。等我讲咗 How are you 先 I'm fine 啊嘛。所以呢句说话冇意思。死咗个人若果系有机会同你沟通嘅话，佢个说话就唔系 How are you？ 你好接受福音啦，我咪已经冇机会啦。呢、这个机会都冇。嗱，而家有啦，死咗人可以同未死嘅人显现。嗱，我就唔觉得睇咗佢之后咧，你睇到佢啫，十一度空间睇到四度空间，但系四度空间睇唔到佢嘅。喂，我同你讲嘢，点解唔见你望住我嘅？喂，我讲嘢，我只手咁，你睇唔到我啊？想破下佢。唉、哎，我走嗰阵时咧，呢个女士讲，我走嗰阵时你仲系 B B， 而家咁高大啦，俾我破下你啦咁。以后冇呢个机会啦 ，OK？ 你听听一个钟啫，我用咗几个月噶啦。做牧师好辛苦噶，眨下眼一个礼拜喎。哇，星期一 day off， 星期二、星期三 set 个题就喂，牧师嘅题目咩？经文系咩？哇，请牧师食饭唔好礼拜六晚啊，礼拜日晚啊好啲，方便啫。我讲啊 ，sorry 啊，我唔系讲你，我讲普通啊。他并不救拔天使。喂，咁你系咪阿伯信主嘅？系咪阿伯拉罕嘅子孙？系咪啊？系属灵嘅子孙，因为我哋信主之后，我哋每个人都系有君尊嘅祭司 ，the royal priesthood， 系被拣选嘅族类 ，the chosen race，the royal priesthood。我哋系一个属灵嘅利未人，利未人就系阿伯拉罕嘅后裔。嗱，好多人咧 confuse 咩犹太人、以色列啊？点样讲啊？你在美国都可以做犹太人，你加入犹太教咪犹太人咯。以前有个黑鬼，黑人嘅歌星叫做 Sammy Davis Jr.， 佢向全世界宣布，佢我系犹太人，因为佢加入咗犹太教。以色列系政治，你去到以色列加入以色列做公民，你就是以色列人。但血统有关咧，就唔系用呢两个字啦。希伯来，嗰啲被拉咗嗰啲犹太人咧，俾啲。被啲恐怖分子殺死嘅時候，你係咪猶太人？佢話 ：My father is Hebrew and I am a Hebrew。我哋每一個信主嘅人就有資格。我哋接受耶穌嘅時候，我身份即刻改變，唔單止天堂裏邊你個名寫生命冊上面，你嘅身份改變，你就係一個屬靈嘅利未人。我哋係一個祭司，祭司仔啦，啊！我哋頂頭上司係邊個？大卫时代整个利未族都是做祭司的。那怎么管呢？他就设立了24个祭司长的。大24个祭司长 ,the chief priest。那些利未的祭司仔 report 到祭司长。祭司长就 report 到一个大祭司的 high priest。全个以色列只有一个大祭司。这样一个 hierarchy。那我们将来 report 给谁？二十四位长老啊，睇启示录第四章啊，耶稣敬拜嗰时候咧，喺施恩宝座前面有二十四个 throne， 有二十四个戴住冠冕嘅二十四位长老。呢嘅二十四位长老边个我哋就唔知啦。可能有啲人讲可能十二使徒，又或者系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我 we don't know。而呢二十四位长老顶头上主就系主耶稣，主耶稣系一个按着。麦基洗德等次有君尊永远做大祭司，大祭司又是他，祭品又是他，圣殿又是他。你说神同我们做了，为什么神同我们做了这些事？ Because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因为神爱世人。有人去教会听听福音，听了几十年都不信。I have words for you， 你将来你就知道，不过那时候没得回头。你又唔讲啊？唔系因为圣经最难明嘅地方唔系预言，亦都唔系抽象嘅解释，
有些人不敢讲启示录，启示录七年大庄啊，七年是 symbolic 嘅，抽象嘅啫。点知系咪七年噶？我系七年。点解呢？因为圣经讲三年半咧，用四个唔同嘅字眼讲三年半。第一就系一载、两载、半载、三年半、四十二个月、1260日，呢个系 literally 睇启示录嘅多数系 literal 嘅，样样都属灵解释，我哋边有咁 mentality 啊？有属灵抽象，譬如。个华人嘅妇人被阿英咁带走咗，安全地过咗头三年半。这个华人嘅妇人唔系玛利亚，这个华人嘅妇人系以色列。这个 B B 出生系讲耶稣，被阿英带走这个好可能就指美国。喺美国嘅唯一存在嘅目的，神设立美国嘅目的就系支持以色列复国。而家美国人离开咗神，大麻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为了选票嘛，乜都讲啦。最难明嘅系基本心态 ，the right state of mind。第一，咩叫即基本心态咧？第一，我哋第二个 body 系唔系 make of normal matter， 我哋冇内脏嘅将来。你而家读书读 PhD 到 MD 好巴闭啦，但系将来冇嘅呢啲嘢，保罗讲嘅。哥林多前书11章讲，所以爱就能够忍啊忍耐，讲一大堆关于爱，然后下边嗰句咧就是、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点解爱是永不止息？因为其他都停止。个先知讲到智能终必归于无有，最高嘅恩赐啊，先知讲到都会冇啦。最低嘅恩赐就讲方言，说方言啲也必停止。第三句我谂咗十几二十年先明，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哇！嗰啲读书读得多咁，将来啊乜都唔系，冇错。而家话艾滋病有得医，喺老鼠上面有得医啦。我谂 within 10 years， 艾滋病可能有药医杀嗰啲 HIV 病毒。好多科学家想研究啊，究啲病毒喺人嘅 B cell lymphocyte 里边，究竟个 mechanism 乜嘢，用咩 mechanism 想搵拎开？但嗰啲嘢唔会冇用啦，你识嗰啲嘢冇用，喺永恒里边冇艾滋病，你永恒里边冇疾病，因为我哋嘅身体唔系呢个身体，系一个荣耀嘅身体，系一个十一度空间嘅身体。科学定律唔 work 噶 ，laws of science don't work on us。Life and death 系 different meaning。咩叫生咩叫死？我哋唔知咩叫生咩叫死。我一阵解释。教会被提，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呢、这个就系即系主耶稣将喺天堂而家。基督徒信主，基督徒死咗，灵魂去天堂，乐园冇新约圣徒噶啦，旧约圣徒灵魂净喺乐园，喺阴间另外一部分。咁啊，死就死，必先以后我们就活着全有人，活着地上嘅得一同到彼得头到云去。Rapture 呢件圣经嘅冇，但系我哋系被 force， 系 forcefully， 系有力嘅监生将我哋拎上去。但我哋未拎上去之前，我哋要经过身体改变，因为你上到天空。40,000尺高空，50,000尺高空，你去过未？我去过，坐747咯。而家777飞唔到咁高嘅，747可以飞到50,000尺。室外温度-90度，空气薄弱，冇氧气，你点生存啊？我哋身体改变之后可以去到上面，因为科学定律唔 work。与主空中相遇啊，被提就咁样。我们不是都要醒觉睡觉，但是都要改变。We have to change， 改变。Translation 呢个系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就一刹之间、瞬眼之间，末号堂末次吹号嘅时候，咩叫号堂末次吹号？喇叭嘟嘟嘟，好嘈。耶稣再嚟嘅时候，教会被提好嘈嘅，你唔需要等个人喺香港打个电话嚟，或者多伦多打个电话，喂，耶稣嚟咗，你唔好信啊。耶稣来了你会知道，除非你不信主，你信主一定知道，很吵的。凡是神降临呢，很吵的。神试过一次降临，但是当约摩西，所以叫神人摩西，同神同摩西立约有 appointment。神同摩西立约的时候，很吵的，很吵的。第一次号筒吹响，
这个第二次即是末节末日，教会被提有号筒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不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哇，圣经好深啊！有时我识圣经识嘅三分一嘅啫，第二个三分一咧就系唔知点解，第三个三分一我根本唔知佢存在。神对我哋人咧有好多嘢写出嚟，系好有意思，我哋去研究。神创造人，人犯罪，一路至到二千年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的国度从以色列的手上交了给外邦人，因为犹太人不可以普世传福音，他当的外邦人是狗，他不会向他传福音，那就交了给教会，我们传不传到福音我们都不得，犹太人不得，普世传福音我们都不得，全球大约三四万宣教士，不是个个好像保罗那样。好了，到教会被提之后呢，就有个前三年半大灾难，这个前三年半大灾难呢，外邦人得救数目天满，因为神自己天使自己的传福音，天上面有两个见证人落来正是向以色列传福音，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有一万二千人，十二个支派十四万四千人，那班最后的宣教士，神的印记在他们身上，国度交回给犹太人，由犹太人的手交给外邦人，外邦人所交回给犹太人。好了，前三年半外邦人得救数贴满，后三年半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个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那十个童女其实就是以色列，你那时没有教会啦，那时没有教会呢，信主的人就不是叫基督徒，因为这个名称犯法的，他不给有教会，不给奉三位一体神的名来敬拜神，敌基督出来他掌权的，用 high tech， 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你再这样做就要你惨死。主耶稣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他说这些 信主在灾难其中信主的人，不是教会一份子，他们叫做绵羊，不肯信主死都不肯信主叫山羊，将他分开，绵羊去到永恒里面永生，山羊去到地狱永死。圣经讲很多东西，我看了六十几年我都没看完。大灾难开始了，教会被提了，蛇的后裔出现了，这个就是敌基督了，很多东西发生了。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耶路撒冷城门被攻破，耶稣带着教会下来激攻打敌人，敌人陷入毁灭。那么除了以色列敬拜神之外呢，攻打他的五个国家，以西记书第三十章攻打他的五个国家，他都信神了。那时万口都承认，万神都跪拜，不只是以色列，是他敌人都跪拜。哇，原来这个神这么厉害，初初几千年前犹大被巴比伦灭的时候，神的荣耀就被外邦抹杀了，现在出来。但是这几个以色列全部归主的，就不是教会一部分，因为没有教会，不是一部教会一部分，是什么？伴娘，十个童女比喻那十个童女伴娘来的嘛，新郎是耶稣，新娘是教会，他在以色列有个位置的，做伴娘。咁啊，进入千禧年啦！一千年我哋共享天伦之乐。喂，在座中间若果有夫妇，你两个成日嗌交，见到好似贴咗门神咁样咧，你好执生啊！因为你对口对面一千年啦，唔系十年啦，唔系一百年，系一千年，系神俾我哋有机会共享天伦之乐。有啲人咧，系啲细路仔出世嘅时候打仗，咁啊又冇药食，咁啊死咗，哇！成日有啲人胎死腹中，哎呀，成日记住，永远唔会忘记。我话俾你听。若果你信主，你有机会见到他，跟他一起生活一千年，然后一千年之后又怎样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我们再过呢，就永恒了。永恒那里我们什么都不记得。 We are individuals， 奖赏是 individual， 惩罚有 individual， 那种奖赏就不是一时之乐。我们中国人有句诗，我不敢在牧师面前抛书包，他乡遇故知，好远啊！南非识得个人，卖云吞，个云吞佬系香港人。
他乡遇故知，久旱遇甘霖。我好耐冇落雨，突然间落雨，好似加州咁样。一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喺 momentary 系神嘅奖赏，系永恒，那个感觉系永恒嘅。今日我哋唔好讲奖赏啦，神肯纪念我已经够啦。保罗都讲啦，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复活，但是各人要按照自己嘅次序复活。系啊，圣徒复活有个时间表，我唔知道有冇带嚟。嗱，呢个就旧约圣徒几时复活咧？七年大灾难之后啦，等到愤怒过去啦，尘埃落定啦。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惩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他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那时旧约圣徒复活了。七年大灾难里面有四个印，第一个印是白马讲和平，第二个印是红马讲大刀，有大刀刺给他，他就夺去地上的太平。第三个是饥荒，黑色的马，黑马代表饥荒，酒和油不可糟蹋。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三升小麦，一钱银子买一升大麦，粮食用天平来称的。饥荒，第四个印是灰马 Pale Horse，名字叫做死，不是作死，即叫做死。阴府也除了他，他就藉着刀剑、瘟疫、疾病，杀害地上四分一人。第五个人呢，就是信主的人被杀了。在地上有人呢，七年大灾难里面呢，他从未信主到新信主。你们要信耶稣，不要在教会被提之后，因为那时候你要信主，你要付上生命，你实死的，死梗。现在世界逼迫基督教开始，很多东西都逼迫，美国都变了。他们去灵魂去神的祭坛底下向神求神伸冤的时候已经是很惨，死神怎么说呢？你们要又说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作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像他们一样被杀，满足数目，然后他才跟你伸冤。信主人复活，不信都复活的。当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但是主耶稣又说，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八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 Do not marvel at this。 犹太人，我很多朋友犹太人，他很喜欢说口头禅， Marvelous, marvelous。 耶稣说 Do not marvel at this， 你们众人不要以为稀奇，是又要到犯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不信主人都复活，但是定罪了。那时新天新地呢，我们这个 normal matter 变成十一度空间，是永恒了， eternal 了。我们教会住在新圣城耶路撒冷，从天降下，我们和耶稣一起居住。以色列是城外的，城外有万国，每个国有个王，最大的最厉害的那个国就是以色列，大卫王出来。但是我们的耶稣在新圣城耶路撒冷里面，他是万王之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理，但有人就经常证明说，人算什么你要眷顾他，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他。你叫天使，要叫他比天使少一点，是暂时少一点。天使高过我们，他十一度空间，他见到我们，我们见不到他，我们四度空间，这个暂时而已。将来我们高级过天使，为什么？因为天使没有奖赏，天使没有宝座，天使没有冠冕，我们有。有五种不同的观念，天使没有的。如果有邪灵搞扰你，喂，小心，将来我有份同耶稣审判你的。我正在解释，知识终必归于无用，你读很多书，拿十个 PhD， good for you， 你死了就去的了，没有的了。
其实拿些学位没鬼用的，你不卖得的。你买股票都卖得出，学位没得卖的。帮帮我佢先啊！呢、这个系讲到唔信主人审判，信主人审判系奖赏嘅审判。喺千禧年之后，魔鬼作最后个反叛，被制服，丢入地狱里，而唔信主嘅人开始复活啦。嗰、那个 The Judgment on the White Throne 点样问啊？另外一降有两本书，一本就生命册，我哋个名写生命册，你哋有救恩。另外一本书个生命案卷，另外一本案卷展落就是生命册。啊，死了的人都凭着案卷所记载，照他们所行的神审判。于是海交中其水人死人死亡，阴间也交在其中的死人。将来冇阴间噶，因为呢度写阴间同埋死亡都被扔在火湖里啊嘛。在永恒里面，我们永恒享受人生，得救的人，不得救的人呢，没有阴间，没有死亡，死亡阴间扔到地狱里面，正经讲的嘛。那我们永在这里有永生，在这里永死了。有两道地方，一个就是天使被审判，一个就是人不肯接受主的人被审判，在永远的受苦。今天讲到这里，不过你听一次不够，教会好心，牧师录影录音，你借来听，不要卖啊！我不喜欢人卖我的东西，你听我要借给人送给人都可以，但不可以卖。什么叫死？什么叫生？什么叫死？你估你知道？我现在才知道。死生的就是你睡着觉你会醒，跟你讲话你有反应，给东西你会吃东西，死了人你会讲话没反应，亦睡了不会起身。这个不是生死，生死不是这么解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以前我说你吃的了，只必定死的 day you take that fruit of tree from 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or evil, you shall die that day。 他有没有死啊？有，在灵里面死了，跟上帝分开，人类主动逃避神，找地方躲。亚当夏娃发现自己赤身露体，找地方躲，跟神分开，这个不是死亡，肉身未死，肉身死的时候就灵魂出了窍，身体被埋葬被火葬，已经腐化了，没用。人最宝贵是个灵魂而已，这个肉身没用的。你喜欢那个年轻人，男仔也好，女仔也好，是个后生几年好样而已。你有没有看过 celebrity 那些明星，后生的时候怎么样，你看现在怎么样，给你都不要了。但这个不是我们永恒的身体，我们最人最宝贵是个灵魂。中国有那么多的灾难，又整假奶粉，啲细路仔死，我十五亿人死，你个仔死，你个女 ，that's nothing， 仲有其他细路仔啫。因为中国需要嘅系基督教嘅信仰，中国需要系我哋本国以前喺上古史系轩辕皇帝所信嘅皇天上帝，上帝呢个名，你要同全方面唔好问佢信唔信神啦。他的神跟你的神不同的，他神可能就是角落头个一间红灯，又碟有四个吉，那个他的神，你不要问人信不信，你信不信上帝？这个就是中国人独有名词。死亡就是分开这么解，所以希伯来文死亡这个字就是 separation。 好正，好正，好正，跟神分开。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跟天父分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离弃我？ My God, my God, why shalt thou forsake me? 他已经死了，一直等到他见天父为止，复活之后见天父，然后那三日是离开神。一个读科学的人就要打烂沙盘问到笃。 I spend a lot of time doing this。 你听就容易，一个钟头都是验场，我整几个月了。永生呢？为什么呢？
如果死亡的意思就同神分开，即是永生同神一起，这个叫永生。圣经讲我们永生，我们快活，生活是很快乐的，我们有奖赏，我们很舒服的，你不用担心食物，你不用担心氧气循环，你不用担心因为新天新地，不是这个天，不是这个地，我们人去到灵，人的灵去到天堂，暂时的而已，拿回个肉身就落回来了，但就不是这个地，这个地被污染，我们的地是新天新地，这个就叫做永生，同神一起。永死呢，除了阴间等候之外，有不同程度的惩罚，去到地狱里面是没出口的地狱，入得不出得，是永远的，但是人不死得的，你终身监禁都辛苦辛苦一生，你死了要抬你出来的，但那里没得死的，永远存在，但是有虫咬，有火烧，那些虫是为某一个人而设的，是单数。The worm, my worms。你现在不知道天堂那种喜乐，你见到你就知道。不过我们见不到，你我不想这么快见，你都不想。有奖赏，什么叫奖赏啊？带人来教会咯。但教会呢都有责任的。招待他的人，你有没有笑的口面欢迎人家？完了之后有没有跟人握手？你牧师讲到他有没有得着？有间铺头啊，三环市一间铺头卖广告啊，卖告白啊。第一次不来是你的错，第二次不来是我们的错，教会都是的。你第一次不来是你的错，你来了之后不回转头，我们要留意教会所有会友，连牧师传道人执事新来的人，你怎样令到他回转头？你有什么令到他开心？有得着咯，大家知道怎么做。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再讲一句说话，我怎样才可以将我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面？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给钱没用的，买不到的，你只是说在耶稣面前向耶稣承认耶稣是神，你将你的罪交给他。我们人有罪，有没有罪？有，什么都有啦。所以教会很少讲罪的，现在今世教会很少，一讲罪你得罪了所有人。你有没有动过淫念？你有没有说过大话？你有没有孝敬父母？有没有贪心？你识不识一个人不贪心？我不识。你识不识一个人没有动过淫念？除了耶稣之外，我不识。这就是罪咯。罪的公价乃是死。在神的国度里面，罪没有大没有小，公价。The wages of sin is death。death 就是跟天父分开。你跟天父走在一起，得罪被罪被得赦免，但是 what can we do?做了的事不可以回头。耶稣说，我代你受过惩罚，我上十字架，我受鞭打，很多方法会死，但是我选择这个最严重的刑罚。我们的罪就是应该得到这样的惩罚。如果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你的神，耶稣是救主，你向耶稣认罪，不要向人认罪，不要人认罪，人分分钟会衰过你的，向神认罪，求他赦免。咁啊，我将你嘅时间交翻俾你哋嘅主任牧师，教牧师，请你上嚟。我哋首先多谢阿吴博士同我哋分享，好嘛？我哋鼓掌多谢佢啊！我哋好多谢。阿吴博士佢用咁多嘅心机，将佢咁多年以嚟嗰个嘅对信仰嘅领受，好简单扼要啦。其实即系一个钟头到，即系算系简单噶啦。真系就讲紧神有冇制造魔鬼啊嘛，系嘛？嗱，嗰个差唔多系第二集噶啦，即系续集。有冇第三、第四集咧？就睇下我哋即系氹下阿吴博士氹得开唔开心啦。点氹开心呢？都唔系氹佢开心嘅，而系佢真系用佢嘅心机同我哋分享到一个福音。人嘅生命死咗之后，就有一个嘅归处，一系上天堂，一系去嗰个阴间。阴间里边再分两部分，系嘛？一个咧就系一个嘅唔信主嘅，一个咧就系信主嘅。但系死咗之后咧就冇机会噶啦，有机会就系而家啫，因信称义。在美国居住呢，我就觉得一样很重要的，就是在美国居住你一定要有保险，是不是？
你冇保险咧就好弊噶啦，揸车要保险，睇医生咧，使唔使保险啊？要保险。如果冇保险咧，你真系唔知点样生活噶啦。啊，原来喺人生里边，一个最大嘅保险系乜嘢？就系我哋在生嘅时候要凭信心去知道究竟我哋死后会唔会得到呢个永生。神已经为我哋预备咗呢个嘅救赎计划，就系、是、信求佢，叫我哋死咗之后得到一个永生。我哋唔需要做任何嘢，因为神已经为我哋做晒一切嘅东西。我哋唔需要话自己系冇资格，因为神佢话俾我哋听，真系噶，佢爱我哋，唔会计较我哋。所以喺圣经里面耶稣讲嘅，比如呢个嘅拉撒路同埋财主嗰个关系，喺人眼光中，个财主系好可爱，因为佢有钱。喺神眼喺世人里面嚟讲，嗰个嘅拉撒路系无家可归者咧，系好讨厌嘅，可以唔要嘅。殊不知喺神嘅救恩里面有另外嘅标准，神嘅标准就系、是。看看我们会不会信靠耶稣基督。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那个有钱的，无论他多有权有势都好，死了之后都是痛苦的，继续痛苦，惨就惨在是永永远远痛苦。各位，我们很多谢吴博士真的这么用了这么多心机，这么多时间为我们预备一个这么美好的筵席，让我们都能够明白到生命的可爱。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一段时间，我们坐在思想一下，在我们人生里面作一个重要抉择，让我们同心的祈祷。在祈祷的时候，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再一次来思想，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就在这个的时刻眯埋只眼离世安息嘅时候，你有冇把握得到一个永恒嘅生命？你会系喺亚伯拉罕嘅怀抱里边，一或系喺永恒嘅不灭嘅火里边受永刑呢？呢件绝对唔系一件儿戏嘅事。因为这件牵涉到永永远远的我们的生活，有些季节是热，有些季节是冻，但在永恒里面就不是这样。今天我们一个的简单的决定，就可以决定到将来永永远远的事情。这个是很好的机会俾大家嚟做一个决定，盼望大家都能够做一个好明智嘅决定，以今日嘅十零秒嘅时间，要思想为将来永恒嘅生命作一个嘅重要嘅决定。如果你话仲未知嘅，唔紧要，我哋仲有几次嘅布道会，包括去阿吴宣伦博士嘅家里边嘅布道会。当你觉得半信半疑啦咁嘅时候，我就好期望你哋，既然系半信半疑，信咗就好过未信啦。因为买保险嘅嘢，唔怕买得早，最怕就买得迟。你死了之后才信是不爱没有机会。我们的生命的把握不是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对下一秒下一个钟头的把握完全是没有的。在加州居住的朋友你知道，我们都不知道下一个分钟下一个分钟下一个秒钟会不会有地震。一地震一冧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谁会死。死亡是很突然来到我们身上。
所以今日我哋教会有呢个报道会嘅目的，就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呢几十秒嘅时间嚟到去思想，将来你嘅人生会系点样样打算。我而家会有个祈祷，我的祈祷就是帮助大家，你做决定的时候懂得怎样来到祈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可能不知道怎样跟神聊天。我就跟大家有个聊天，如果你觉得我的祷告是你的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跟着我祷告。如果你想说在这个时候想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可以在心里面跟我一起祈祷，所以我会祈得慢一点。所以如果你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在一分一秒的时刻为将来的生命作一个的投资，作一个的决定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一起祈祷。当我讲一句的时候，你心里面跟我来到去讲一句，我现在会这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多谢你，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以前不知道人生的全盘的计划是怎样。今天藉着你的仆人阿吴博士那个信息，就知道原来在你那个计划里面一早就有一个全盘的计划。很多时候我在生活当中不懂得怎样生活，以致得罪了你，得罪了人。现在我要向主你认罪，求主你赦免，求主耶稣进入我心里面，成为我生命的主人。我愿意继续追求耶稣，学习生命怎样活出真正的生命。祈祷交托奉主名求，阿们。在大家周刊的书呢，有张粉红色的纸的，周刊里面张粉红色的纸，如果你是有跟着我祈祷的时候，你都可以在这张纸里面填一填，咁我哋可以为着你嘅祈祷嚟继续帮你嚟到去过一个丰盛嘅人生。咁你填咗张纸之后呢，我哋喺呢个嘅收集一间奉献嘅时候，你可以摆喺个奉献盘嗰树咁样。我哋喺度呢就係、是、欢迎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都来到参听这个报道会。我们要特别，除了特别欢迎吴宣伦博士来帮我们守之外，我们还欢迎吴博士的太太 Mary Ann， Mary Ann 请起身，欢迎 Mary Ann， 就是她陪同她先生，又支持她先生来到去传道。当然我们要欢迎再次欢迎吴宗文牧师下啫，吴宗文牧师佢系香港嘅播道会广福堂嘅主任吓，佢系一位即系香港嘅著名嘅牧师之一吓，咁啊好感谢主今日有机会都能够即系牧师嚟到中间里边。不过下一次如果你过嚟三藩市，早知话声俾我听，我哋就可以听你。
啊，即系布道会又好，乜嘢乜嘢聚会都好咧，即系有啲即系咁即系功力咁深，正如好似阿吴博士话，功力好深嘅牧师嚟到咧就最好啦，咁样样吓。啊，仲有冇边啲朋友系第一次嚟嘅咧？啊，有冇啊？有啲系啊，呢位系啊，请问啊，邱星啊，阿梁先生吓。哦，女婿嚟嘅，唉，真系欢迎啊！哦，你系喺三藩市住，哦，香港嚟嘅，哇，好高兴啊，欢迎啊，唉，吓，咁啊，我哋成日翻香港食嘢，唔知三藩市有啲咩好嘢食咧吓，或者你哋可以介绍我哋三藩市有咩好嘢食啊？好，仲有冇其他嘅朋友啊？冇啊 ，OK，all right， 啊，有位喺度，系，吓特登翻嚟嗬，哎，好欢迎你吓，哎，啊哈哈哈，所以我哋都系希望能够请到一啲名人嚟我哋主持报道会啦吓，多啲朋友嚟听，因为我哋都希望能够将呢个美好嘅信息咧。多啲人聽嘅最好嘅嚇，咁大家記住咯，下個禮拜都係我哋一部七月份嘅報道月嘅其中一個節目嚇，就係聽羅宇康醫生嚟所講到嘅不死的傳奇嚇，咁啊同呢個差唔多嘅啫嚇，都係講啊人死咗之後去咗邊啊，哦唔使死嘅嚇，咁啊不死的傳奇係點樣樣咧？咁啊，我同阿羅宇康醫生。傾嘅時候有少少唔同嘅，但點唔同呢？賣個關子，希望大家都能夠繼續邀請啲弟兄姊妹朋友嚟嚇。咁啊，不過如果你話，哎呀，佢又唔得閒喎，下個禮拜咁啊，要記住咧，八月幾多號啊？十號星期六嘅，八月十號星期六嘅，我哋又喺阿吳博士屋企裏邊咧，啊嚟到有一個嘅啊報道嘅聚會，咁啊。呢个报道聚会比较轻松啲嘅啦，又有饭食啊，又有游水嘅。最轻松咧就系唔收钱嘅吓。不过咧，大家要即系揸车咁解啫。咁希望大家都能够啊开车，但我哋为着咧啊个私隐缘故咧，我哋冇将阿吴博士嗰个地址写喺周刊处吓。即系如果你有兴趣，时间得咧就听你同阿 Edward 或者 Christine 倾。他会将那个地址交给你，因为很多时候呢，如果你将地址摆在周刊树，大家出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就忘记了摆在台面，那就不好意思了，那阿吴博士家里面那些地址啊，写在这里，电话写在这里，很不方便了。所以我们周刊呢，通常就是写教会的地址和教会的电话，这样希望各位弟兄姊妹呢留意了。那其余的报告呢就参与周刊了。现在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小组为我们收集这个的主人献金。我想提一提呢，就是我们的主人献金呢是为了弟兄姊妹而设的。如果你不明白那个献金的目的呢，那个本传到埋来的时候你都不需要客气啊，你可以将那个本传下去就得了。或者你填咗將個粉紅色嘅問卷之後咧，你可以將個粉紅色嘅卷卷擺落去個奉獻本個書就得啦。我將時間交翻俾我哋繼續奉獻祈禱。感謝我哋嘅神啊，俾我哋能力同埋智慧去。賺取我們每日的辛勞的東西，但我們這些微小的金錢是真的毫不足道，唯有將我們心靈一起獻上給神，求神繼續看顧我們在座的每一位，求主悦納這一份的心意，奉主耶穌名求，阿門。請大家再一次起立。
我唱最后一次的赞美，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真心，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